在上一楼。上前面那个吧，去吃个午饭，去顺丰吃个点心。这个挺好看的，之前没有，很简单，很简约。但是这个火箭是照抄斗鱼的火箭的样子，这个火箭，这个火箭就是斗鱼的火箭的模板。你们明明是抄人家那个迪士尼的。没有，这个斗鱼早，斗鱼的火箭已经五六年了。迪士尼那个八十八年里面的那个火箭。中午人多吗？也不多，中午。无所谓，都可以，两边都行，那靠窗好了。嗯，好玩。嗯，那边太有太阳。行，这边也行，这边那个有那个直接实设的。你点。两位。你要喝茶吗？我茶，我点饮料。来喝水吧。先排个水，我等会儿点点饮料就行。吃，你先把你想点的点心点完，然后我再点我的。对，臭豆腐我上次就想吃，不要点，老是点那种，之前一直点过的那种。吃点啥呢？对，臭豆腐就可以。这边熏鱼也挺好吃，但是前段时间一直吃熏鱼。我还想吃这个马蹄糕啊。你马蹄糕随便点，反正每次都点的。吃什么呢？帮我点一个萝卜酥。这次不吃榴莲酥，吃萝卜酥。你们要吃玉米汁还是西瓜汁啊？都
豆沙月饼要吃一个不？你吃啊，那豆沙月饼挺好吃。点一个啊。啊，就当场吃掉就好。嗯。陈皮豆沙月饼很好吃。嗯，挺好吃的。你点什么？我要吃的东西我都点好了。嗯，我想吃点清淡的。萝卜酥一份，马蹄糕一份，我还有韭菜饼啊。不是韭菜饼啊？是的，有虾肉清煎虾肉韭菜饼，还有油墩子，但要卖15块。没点。嗯，没有没有，你别看，接下来我自己看。金钱肚不吃了，然后炖猪手。笋丁烧肉，还有小龙的。臭豆腐馅的一口香，爆浆榴莲。它里面也有箭猪包，类似的。桂花枣黄炖桃胶，9块钱，好便宜啊。那我们现在就点了一个月饼、萝卜丝、马蹄糕，对他家的那个臭豆腐。啊，你点了炒头角啊？嗯。你点了虾肉角是吧？炒头虾肉角。臭豆腐在什么位置？我没看到。在后面。烤乳鸽你吃吗？不想吃。最近不想吃乳鸽了哈。嗯。臭豆腐。你要吃它那个甜点吗？嗯。甜点。没有什么甜点好吃。西米露。不吃。上次的西米露也挺好。那是杨枝甘露，不是西米露。对，杨枝甘露。不吃。也有椒盐九肚鱼，但是上次吃过了就不想吃了。松子小桂鱼，响铃，沙姜鸡，白斩鸡，这都不想吃。酸菜鱼还不如晚上去吃那边水煮鱼。我就多点点点心吧。虾仔烧麦，煎饺，黄豆炖猪手，荠菜春卷，荠菜黄鱼春卷，那就是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六份，六份点心。六份点心再加上一个再加上一个月饼，然后我还要叫一份春凤爪。喝丹麦茶好了，还喝白水，还是我叫饮料？哎，这里有。你背后有个臭豆腐。好吃爱吃，中午跟代替咱们吃点点心。出门
们带来带点那个酒精消毒湿巾，我又买了15块钱，这东西我后来又买了三盒，到春节之前够用。你把那个牌子等会我帮你丢在这边搁着。等会他给我单的时候我核对一下会不会有少的东西。看看我们直播间多和谐啊、嗯！做人嘛就得老老实实。斗鱼上多的就是那些贪赃枉法之徒，说实话都得永封掉。所以呢，我一直跟他们划清界限，从我跟所有斗鱼主播都不往来的，因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俗话说，我认识很多人都对我说，老实人做不了这一行。没有嘛，然后我们刚才大概就点了七份不同的点心，各种各样都有，都是一些常规的点心。来这种地方呢，就不吃什么炒菜，炒菜自己家里炒炒多好吃，或者吃别的专业的，就是吃点心。还有没有漏？1、2、3、4、5、6、7，对，7个点心，1个月饼。这东西都挺便宜的，一共我估计也就100来块钱吧，一直都110块钱。你还点挺多啊？没有啊，就这些东西啊，一共就点了3、4样东西。你点了一个马蹄糕，一个萝卜丝饼，然后再加上一个臭豆腐，然后你还有一个什么煎饺之类的东西，其他都是我点的。我看过的，没错，一共8样东西。你真的要长远过日子过下去的，都是得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要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用的东西。存下钱来呢，先买房，是吧？存下钱来先买房，因为房子的东西能保值增值，并不像一个包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今年你买来8万块钱，你明年也就二手用了以后也就4万块钱就卖出去了，是吧？我给我老婆买的最贵一个包，也就是一个 LV 的 Never Full 的大号，到现在后来买回来也不怎么背，因为嫌太麻烦，又重。后来还是买那个去那种去购物小村，去就是什么比斯特购物村、一欧莱买的那种什么 Tory Burch 这种比较便宜的，用量比较多，或者 MK 啊什么的。Tory Burch。买个包也不过就最多就3000多块钱，最多的。那个 LV 那个包太重了。嗯。重的不用背其他东西，光背那个东西，这背不用起来，时间久，走一条街我就头晕眼花。对。因为那些贵的包，说到皮料都比较好，然后加上肩上背着这样包里本来的重量，压着这个地方，压着那个颈椎啊，就很不舒服。哦，我前两天我把那个包出来。已经那个包已经买了有将近99年到10年了吧，还是很好。后来抹了层油，养护。后来我对老婆说，就丢在我们的车里，平时用来买菜啊，或者是旅行的时候背东西用，背零食用也挺好的。到时候旅行的时候就是一个行李箱，然后再加一个包，就两样东西背上去就好了。买包啊，我喜欢这个牌子，给女生买包买这个牌子比较好。这个牌子 Tory Burch， 我自己也用这个包，这个 logo 比较好看，然后呢款式料子也不错，最主要呢价格实惠，你平时背的也不会特别的
也不会特别的那个，就是觉得这个心疼这个。我说实话呀，经常喜欢打女朋友啊，打老婆的人，基本上有八大特征。我来说了，你们听听看啊。一，心胸狭隘；二呢，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三呢，有那种易怒性格，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经常会酗酒，或者是特别特别宅的那种，一年四季也不出门几天。第四点呢，是眼高手低，总觉得自己啊就是比别人优秀。第五点呢，妒忌心强。第六点呢，个人修养极差，思想品性也特别差，没知识没文化。第七点呢，满嘴跑火车，各种扯谎啊，嘚了个嘚啊，自己说过的话下一秒就不认了，有聊天记录都不认账。第八呢，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第九呢，好吃懒做。这有这九点的人，或者这九点里面有七点的人，基本上都是易怒性格，很容易打老婆啊。回家洗个头啊。嗯。回家下午晚上我洗个头。华晨宇是趁着郑爽的就是感觉的，把晚上的形象不错。所以铁子们，就是尤其妹子们，以后要找对象长个眼。这个人啊。人啊，就是。没有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又是一个样，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不要找那种很装的人。什么叫装的人呢？就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双标。可能对表面上对你对就对着说，哎，这个主播是我好朋友，线下就觉得这个主线下其实是觉得这个主播很垃圾那种，是吧？就要么就直接怼你，就直接说我看不起你，我也不喜欢你，没有什么线上一套线下一套。到了饭点了，现在人逐渐就多起来了。我们这边最近这边人气实在是太旺了。我这两天都是在看那个房产数据嘛。上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我们家的这边的房客比是1:66，就是一套房子有66个人想看，要买。上个礼拜房客比已经上升到1:89，就是我整个我们这片区1期、2期、3期、4期都拉了一下清单，到现在为止，在房就是还可以卖的，正在卖的二手房里面，买5年的只有3套，不知道4套房吗？其中有3套都是有非常大的缺陷的，要么就是楼层特别高，顶楼或者次顶楼，要么就是说实话装修很差很差，或者是毛坯的那种。其实买二手房的都想买装修好的，是吧？所以呢，一点都不着急，心态好的一逼。我老婆平时用钱也很省，她自己几乎没什么要用钱的点，是吧？所以有时候呢，我每年呢，就是我能做的，对吧？作为老公嘛，一年给我老婆买2双新鞋，夏天买2双，冬天买2双，然后呢，一年换个包，今年都不用换包，因为前2年买包买多了。然后每逢过年啊，还有国庆啊，还有夏天五一啊，过这种大节之前，买几身衣服，就这样了。平时想吃，我们就对我讲，我带她出去吃。其实也花不了什么钱，是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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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8万的包啊，什么爱马仕啊，从来没想过，对吧？就主要是这东西不实用，你把一个几万块钱的包背在身上，说实话自己都觉得像我们这种、挺那个的，走到哪儿包就往哪儿一扔的那种、你买那么贵的包你不能像随便扔呀。但咱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安逸的生活，就是不要操心，不要今天为了明天担忧，就是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乐乐乎乎的，这是我跟我太太就是最大的向往。所以我们两个从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愁的东西，就天天很随和，对吧？对工作啊，对生活啊，没什么特别大的要求，每天混着过就得了呗。
真要买奢侈品，还不如存钱买房呢，对吧？买车都不靠谱，买车再怎么样都是消耗品，五六年一过也卖不了这个钱，还是买房好。往往买奢侈品的人，就是有一种人是买车，有一种人买奢侈品嘛，买奢侈品嘛，有的人是特别有钱，那就买，要是朋友场合要有面子，对吧？要人上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没什么钱也买奢侈品，这种人呢就知道自己也存不上什么钱能够买房，干脆就买点奢侈品，以为买了个奢侈品就是人上人了。其实做人上人一点都没有意思，反而呢就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喜欢做人下人，让别人看不起自己，然后每天扮猪吃老虎，低调点，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说对不对啊？有民警来了，哎，谢谢。对，大家看了这么多年我的直播，我是什么样的应该都知道，对吧？真正是过日子的人，一般你真的要过日子，就跟我就没错了。我就跟你们讲一下，我白手起家，就是从家里出道的时候，就是一身无分文，到现在为止，对吧？也买了房了，也有投资房，然后呢，也买了车，有房车，娶了老婆。几乎没让家里给我操过什么大心，对吧？也我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平时生活呢，知道这个钱该花在什么地方。我也是那种该吃吃该喝喝的人，但是绝对不乱用钱的那种。钱放在我手上，我老婆很放心，比我老婆根本不管钱，根本我不会乱花钱，什么东西都算了又算。那肯定，那房买什么房都得写老婆名字，对吧？人家跟你嘛，你至少就是说你给别人一种安全感，要给别人一种就跟着你比较靠谱的那种感觉，对吧？其实我帮你说，就比如说我也不说谁啊，就一个女的怀了孩子，偷偷的把那个自己决定把这个孩子打掉，她说实话，她是对你身边那个男人多么不自信，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让这个女的觉得怀了孩子跟着你以后没希望，她才偷偷的把这个孩子打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这绝对不怪妹，这个女的，这女的是绝对没毛病。她就是我们看这个男的品性，绝对是不靠谱，绝对不靠谱啊。但凡女的都有怀了孩子都有母性，对吧？就算是郑爽，说实话。他也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去年8月份就开始，他有证据就是在美国打官司的，也要孩子抚养权，就这不是亲生的，更何单亲生的呢，对吧？虎毒不食子，女的都想好好的把孩子养大了，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实在没办法，男的实在不靠谱，以后这孩子出生了还跟着受苦，还不如直接就，对吧？哎。所以铁子们应该也应该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真不怪你的。不，我大家也都是明白人，是吧？我社会经历比较多，这些事情呢，其实，哎呀，我是没经历过，但是呢，我根本不想经历这种事情。做人靠谱，从小家庭教育，还有那个。父母的教养啊！如果一个女人、男人，你只要能给这个女人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孩子将来的教育和一切的叔叔保障，这个女人就算不跟你结婚，她也会为你生。就比如说，就像那个就像马脸，花花和那个马脸，马脸啥都没说，都没告诉花花，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对吧？只要一切后顾的忧虑全都解决了，他就算不跟你结婚，也会为你生孩子。对对对。你不能给他任何保障，是没有人会给你生孩子。对对对，毕竟这个孩子以后要养，然后生最主要是生孩子的时候还有很多有半一年左右都不能工作，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是一个生不生的问题，关键是保障。对。
女人生孩子，她等于是在，等于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赌。嗯，赌命。对，女人生孩子是一种赌，她基本上女人生孩子是赌她自己的后半生。你男人不能给她后半生保证，就没有人会跟你生。一般的情况下是女人生孩子等于再活一次。对，哎，反正就像我们这种家庭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吃喝玩乐还行，但是再多一个呢，我们就难以保证了。不能给她保证，就不要让我们就干脆就不生。对，不生。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就是你，我最近看看这个文章的细节，里面有两个细节，一，对吧？就是不喜欢带那个condom，对吧？二呢，还要让女人吃药，你说多不好？就算我让我老婆吃不药吗？女孩子千万尽量少吃。少吃药，对，我从来不让我老婆吃药，都是我自己带condom，而且我还带好几层，我还带好几层，就怕漏，知道吧？女孩子吃药对身体伤害很大的。男的让女的吃药，自私自利，真的。因为说实话，你带一个condom，不会影响多大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差一点。啊，谢谢。可能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卫生，毕竟对。哎，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也不说谁啊，就是说有些宅男啊，一天到晚就是不是吃在就在睡的，他懒了呢，洗澡也不洗干净，这一包皮里面全尿碱。你就直接进去了，多脏呀！说实话，在里面磨磨蹭蹭，尿碱全磨在里头了。啊，对，最主要是叫一是除了安全，二是对女方没副作用。哎，是不是想想就恶心，对吧？真恶心啊！我发现他这边有个干煎带鱼。有干煎带鱼很贵，46，我们还不如去那个吃呢。小神仙鱼市，过年之前我再带你去吃顿海鲜，去小神仙鱼市吃一顿海鲜。那个小神仙海鲜，小神仙鱼市里面的那个九段，叫它那个叫什么叫九段，它带鱼特别好吃。啊，那个边我还有还储值的海鲜。那干你的时候呢就要干，对吧？还要让你吃药。然后有了孩子呢还不负责，对吧？关键是哎呦，那这不是几个爱马仕的包就能搞定的事儿啊，你知道吗？啊，铁蛋开吃啊，先吃臭豆腐。有点咸。嗯，那豆腐都好吃。娜拉的人真不错，娜拉不是说了吗？他以前打比赛的时候有几个火箭，六七个火箭都是娜拉刷的，他拿号二弟的号刷的，不是二弟自己刷的。他刚刚过去的是什么？这臭豆腐好吃。女人啊，一定要多学点防身术。像我老婆啊，常年没看她没她虽然没练过跆拳道，也没练过什么自由搏击，但是她常年做饭，那个饭的锅饼啊是非常的重的，然后那个练就了一身啊麒麟臂。我老婆右臂的力量非常大，我曾经跟我老婆右臂啊，哦就是掰过手腕，然后真的掰不过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她有点怕，知道吧？哎。一旦呢你看到他怕呢，你就不可能动手，更别谈就是有什么一有什么不开心就拿头往玻璃上咣咣咣砸，我想的我都觉得害怕。我要是拿我老婆头往玻璃上咣咣咣砸，我老婆不得拿把剪刀直接把我鸡巴给剪了然后喂狗，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说，当人性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十拿九稳，别人哪里没办法，你就会去做，没有什么
没有一个没有什么就是你想象中的这么有道德的，对吧？关键是你做了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后果，你就不敢去做。有很多人标榜自己啊，就是遵纪守法。其实我跟你们说啊，遵纪守法是最低的道德。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说实话他就是个人渣，对不对？道德是高于法律的。然后呢，在道德和法律的衡量里面，法律只是最低标准的道德。我说的没毛病吧？如果一个人天天在外面标榜我遵纪守法，我是个怎么怎么样，说实话他就是个人渣，是吧？法律是给那些没有道德的人，没有道德的人一个底线，最最低的底线。对，好，谢谢。那一半是留给我吃的吗？好，谢谢啊。有点烫啊。啊，这个有点太有点烫了。热的。能给我点醋吗？啊，一点小醋。嗯。就比如说，我在外头从来不敢对服务员吼，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服务员手臂上都有纹身，都以前都社会人，要是我把他惹怒了，他直接干死我，我怎么办？我害怕，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刚跟你说这么多，铺垫这么多，其实我就给你打个比方。最近网上有张图，就是在沙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新搬了一个家，然后呢他隔壁邻居每天早上6:30就开始那个用除草机来除草，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院子，知道吧，有草坪。然后他第一次就是听到邻居有很大的那个声音，用除草机哒哒哒哒，都是柴油机嘛，他就很怒，想起来就是骂对方了。结果他看到他隔壁邻居一边除草，背后背了一把那个 AK-47。后来他就转头对自己说：“哎呀，虽然早了一点，但早上有人就是发点噪音把我叫起来，让我6:30就起床，也是件好事儿。你懂我这意思吗？”我爱你。他为什么背着 AK-47？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找到别人了。嗯、但是那我强、嗯，不讲理，你能拿个怎么？有帖子说，有些帖子啊，就是你们有些帖子说最烦男人打女人。其实我比他还差，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男人打女人还打不过那种，我比那个还烂，所以铁子们就别骂了啊、哦。嗯，社会上有惨的，还有更惨的。我跟我老婆呢也有矛盾，但是我有矛盾的时候呢，有可能呢就是讲道理，有时候讲道理也讲不听，有时候人心头啊有股怒气的时候，那就先冷静一段时间，先冷静一晚，谁也不搭理谁，第二天早上再讲道理。一般来说呢，我嘴皮子比较溜，讲道理呢我占上风。他外面有很多讲过的、外力也是理啊。这个烫吧，现在有点烫啊，然后等会儿再吃。我是很喜欢吃春卷，但是我就怕那个春卷，我就怕春卷吃了很烫。这里面有个特色菜，是一个叫陈皮豆沙月饼，很好吃。哟，是吗？谢谢猫哥送的飞机，谢谢猫哥。这周第一个飞机，哎。谢谢猫哥。谢谢猫哥，小英子给猫哥请安了，谢谢猫哥。给他们小礼物跟一跟，两星肉做一做啊。说实话，我真不希望像什么娱乐分区啊，每次热闹起来都需要什么搞死搞残一个主播，对吧？你让这样的一个主播啊，如以后发生这种事情，他以后再怎么播呢？对不对？说实话，人啊，刷礼物啊，还有那个喜欢一个偶像或者一个主播啊，都是想喜欢一个人品好一点的，虽然可能是嘴皮油一点的，但人品不能太差。但人品差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脱粉，或者本来有很多土豪想给你刷的，以后就顾虑你的人品或者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就不给你刷了，是吧？我帮你说啊，
你就是按照风水和命理来说呢，名字里带有镜字，比如说有镜，就是有镜头的镜，或者有镜头的镜，或者是带后鼻音的 ing 后鼻音那种名字的这种男的，说实话都很有家庭暴力倾向。你不信你去看看好了啊，比如说镜夫对吧，还有现在什么那个镜对吧，包括连我们原来那个水友叫有镜啊，别管是有镜还无镜，那个有镜他都有家庭暴力倾向。这东西啊，就是很玄学。但你又不能不信。但是呢，我这边呢，就是我本着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并不是埋怨谁啊。事情呢就已经这样了，但是呢，男人嘛，总是需要女人的。虽然娜拉呢已经是前任了，但不是还有现任吗？我给胡司令出几个主意啊。首先，下次他再要跟你说要买爱马仕，什么普拉达，千万别买。你收了以后呢，他下次打你也有原因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啊，为什么要给你买名贵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平时对不住你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一上头一揍你。他一揍你啊，对吧？或者是事后总会有些歉疚，毕竟人有道德嘛，就想跟你补偿的话，你一收，你7万块钱的一个包一收，他下次就又有道理揍你了，对不对？他既然认为你可以收下补偿，那前面的事情，人呢、啊，就关键就是说，人啊，关键就是说，你最好让别人觉得永远欠你点什么，那就最好了，永远不要让别人把这东西全部还给你。第二呢，就是一个人呢、啊，天天待在家里啊，不跟社会那个相处、啊，然后家里淤积了很多的怨气，包括精力过剩，就很容易想找人发泄一下，就可以给二弟报一个什么跆拳道培训班啊什么的，把这个劲儿啊发出去就好了啊。万一真的在家里遇到家庭暴力了，塞点钱给那个就是那个跆拳道训练班的那个。教练让他找个机会，再就是再借着那个教学的名义，好好狠狠胖揍他两顿，这他也没什么好说的。第三呢，就是家里没事儿备几个头盔，就比如说像玩那个吃鸡嘛，吃鸡没有三级头吧，不怕被爆头。我现在就是有些人的路数，我也就全都搞明白了，他就喜欢拽着你的头，拽着你的耳朵往墙上撞，往墙上撞，往什么？往床的那个边上的那个角落上撞，往玻璃上撞，这不是所有的套路，就攻击手段就这些嘛，对不对？那你就戴个头盔就完事儿了。就我最了解他了，对吧？他这个人就那个三板斧，一二三，永远就那样。哎呦，怎么下来这么多人啊？他不会别的，就拿你头一不高兴，把你往床上一推，然后呢，把你头拽你头发往墙上砸，或者往床上砸，或者往玻璃上砸，戴个头盔都能防御啊。我们主要是，就是。我们内心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防止这个问题，主要是给胡司令出点主意啊。我再呼吁一下，大家可以传传话。一，胡司令以后千万别收他的什么包，再贵的包都别收，自己买啊。二，尽量身边带个头盔，就是卧室里面、客厅里面放个头盔，要随手拿得到。一旦就是感情出现问题了，感觉有什么要出手了，停，先戴个头盔，对吧？然后呢，就可以免除一些个人伤害。萝卜丝啊，谢谢。好。
我要准备吃这个了，这个应该凉透了。得分析一下，就是以后胡司令那个下场会不会比前任更惨？这个怎么说呢？我就跟你说嘛，你看一个人啊，要看他心善不善，就从小见大。我就问，原来家里那些猫呢？家里原来那三只黑不溜丢那狗呢？我家里那四只狗可是吃好喝好善待的，买好狗粮，有病3-5千块钱都去看。家里原来你们知道我养四只雪纳瑞，妹妹、鱼丸、仔仔、九月，现在都家里好好的。虽然不拿他们家出来直播了，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观众也不爱看这个，是不是？我就想，连猫狗都没好好善待，还指望善待你人？听我一句劝吧，胡司令啊。养猫这些狗啊，这种东西啊，最看一个人的耐性的啊。这种东西不是养一天两天的，因为遛狗天天得遛，擦屎擦尿天天得擦，对吧？就是，但是呢，有帖子说呢，胡司令不一定要奔着他的人，可能就是奔着他的钱。论这一点呢，问题倒怎么说呢，倒不大，因为呢，大手大脚用钱用惯了，建议胡司令呢，你们平时出去采购的时候呢，他也不接触社会，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比如说二弟要买块牛排，建议胡司令呢就问二弟要个500块钱，然后给他买块最差的卡拉胶的，就是那种卡拉胶的混合牛排，就是压起来的那种，跟最差的肉，他也吃不出来，毕竟也不是什么排面人，没吃过啥好东西。然后对他说，这块牛排298，哎，买了2块，哎，一共花了596，这就行了。然后其实一块牛排就20块钱，然后就这么攒钱，应该还是行的啊。然后俊哥来了，俊哥中午吃点点心，哎，光跟你们吹牛逼了，怎么我怎么点心都没怎么吃。我还先歇会儿吧，我先吃点啊，我们先聊着啊。这不给打死，知道了吗？就被打死了。关键是你不能让他知道，你知道吗？他也不太懂，男的懂什么菜价，是吧？鸡毛菜是8块钱一斤还是4毛钱一斤？4毛钱一斤，但我根本不知道，我也就论我也不知道。8块钱你知道吗？前两天6块钱一斤。嗯。胡司令也得为自己着想，最终结果呢，应该还是一拍两散。这段时间你吃他的用他的，说实话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分手费，到最后还不得中间你得拉点回扣嘛，是吧？这么一顿吃下多少钱？因为我觉得110吧，等会最后看看啊。嗯，好了，是上选了吗？没有，还有个草头虾饺。没有。我那个马蹄糕，我老婆每次都点。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按照目前来说，这打呢以后肯定是继续打的，因为人呢就3岁看到老，你知道吗？一个人3岁。到6岁左右，他的秉性基本上都能够定下来了。你跟他对打呀？对，然后那个其实都已经30多了人，你这样他现在改，他只能口头上改，1秒钟以后就不认了。所以呢，就我老婆的意思呢，就是说对打，练一些跆拳道，练一些自由搏击，对不对？看他还敢不敢。我教你们。嗯。女孩子。嗯。男人如果打你的时候，一般时候他都是上手打。嗯。你拿东西打他。我老婆一般就拿家伙，家里随便有什么拿什么杯子啊，什么乱七八糟，照着头上打，打2次就把他打怕了。你要比他狠，拿东西打他，再不行你就拿刀，你拿刀吓唬他，他就不敢动了。嗯，哎，这个别说，这是教唆暴力，要封直播间的。我是说吓唬他。嗯，吓唬他，他就不敢动了。
还有就是跟他打架的时候，键盘、笔记本，专门拿他重要的、贵的东西打他。坏了，完事以后心疼是吧？嗯，完事以后让他心疼。然后完事以后就冷静下来。哎，早知道我不该开这个枪，对吧？早知道我不该这样。他打你，你就拿他的笔记本，拿他的键盘，拿他的手机。那就乐高。哎，对，家里的乐高，选最大的，最大的，还有什么喜欢的模型，把他身上砸，没毛病，哎，搞不好胡思颖就在我们直播间的，把他身上砸，